烈火工程师的选手们比较擅长于透过切入或者是脚步去寻找进攻篮筐的机会。我直接是杀进去，已经分数的是伊波卡，调整的非常的到位。伊波卡。 再回传给李佳瑞，假动作比一下，再往禁区里面去切，背后的一个传球给到伊波卡，可惜进攻的路线被卡住，但是打板还是放进了。球攻守切以后要到球，转身再换到另外一边篮筐，背筐可惜没有人放进，这是打的是相当的精彩，而且激烈，激情四射了。对，我们是不是真的要热身一下了？而且比赛还有最后的三分钟，外围直接吃了一个火锅。 伊波卡，伊波卡里面还包火锅吗？自己来，换到左手，切入的时候造成了对方的犯规，靠速度可能要过伊波卡没有那么容易，那可能。伊波卡应该是世新大学啦。好，盖比的同学应该是在那个是张杰伟，是在这次的 Rising Star，又来打点了，又是一次警局的打点，但是协防马上过来，分球分得非常的漂亮，在寻找空档，伊波卡先率先往禁区里面下滑，这球差一点点，只剩下5秒钟，中距离的跳投有了，看到台皮整个在中场过后的调整哦，就4个字，简单利落，没错，嗯，那在这个时候，伊波卡是接到了队友的传球，一个小抛投摆进分数。 郭少杰，再给到伊波卡，面对的是苏国璋，哦，苏国璋来，直接拔起来一投，中距离是将，挑衅不成啊！对，国玉，那郭少杰，伊波卡做一个掩护，分给伊波卡要来挑战外围吗？没有，转身的翻身跳投也有，防止有一分的差距。 工程师在一个张加持是控制犯规控制的非常的好，这球伊波卡的进攻是造成了对方的犯规，这一次的罚球就很关键了，一罚有，两罚都进，包夹马上过来。 哇，这背后断掉，球是被断掉。工程师给到前面伊波卡，要来一个进攻，再空中的一个对抗，再要到犯规，两次罚球，哇，打的实在是太好了。现在场边的球迷朋友开始施展念力，有，对，应该就把时间把它拖完了。那这一场比赛，中场2022年跨联盟篮球邀请赛的第一场赛事，由新竹接口工程师。 97-90击败了 SBO 篮球联赛的台湾啤酒，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